众期待的《天坑鹰殿》已经在大优酷上独家上线了。这部剧改编自天下霸唱的同名小说，讲述了由王俊凯饰演的北京小爷张宝庆在为师傅寻找解药的路上，与文琪饰演的猎鹰族蔡瓜等人一路携手共建的故事。许久没有看到过冒险剧，这次《天坑鹰猎》给浓重的暑期档带来了一丝秋冬的清新啊！这次我们小凯独挑大梁的作品究竟如何呢？作为 DS Voice 的队长，率先进入成人世界的王俊凯一直没有停止过给粉丝们带来惊喜，不管是拍戏还是综艺，小凯总是能保持着自己的初心。在《天坑鹰猎》的拍摄中，为了自己的这份初心，小少年可是吃了不少的苦头，低温倒吊、水下拍摄等等，这都是普通操作。拍摄时的气温零下20度，演员们还是很克服环境的。当然，付出和收获往往都是成正比的。剧中的王宝庆和王俊凯的性格是完全相反的，但他敢于尝试和突破自己，给角色注入了新的灵魂。他对这个角色的塑造不但得到原著作者天下霸唱的肯定，粉丝也对小凯的荧屏书体验表示非常的满意。在最近的电视剧中，总有演员因为造型或者演技的原因被诟病的油腻，看来在这个医美发达的年代，虽然容颜不再易老，可青春这个东西呀，它还是很容易不在的。看着电视剧中超龄的演员们强行出演17、18岁的少男少女，其实也是难为他们了。毕竟剧组这样全肯定有自己的原因，是吧？毕竟有的年轻演员演技不那么成熟，然而在《天坑鹰猎》这部剧中，是同龄演员出演同龄角色，从头到尾给人就是两个字：清爽。王俊凯饰演的张宝庆，干净、热血、青春，少年们该有的样子他都有，油腻和他完全是不相关。文琪饰演的角色，把不为世俗眼光的迎臀少女演出了脱俗感。蒋依依饰演的小红果也是本色出演哦，一枚人见人爱的校花，这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和货真价实的小年轻们，这才是青春的演绎。免责声明：文中图片引用自网络，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。